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呼呼、啊、要抽香了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是七个观众给的吧？要开箱吗？把这边开开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真的没有第十箱？确定没有人给我第十箱？凑十个，有猪尾要加码吗？好啦好啦，那就直接抽了。反正基本上是不大有可能抽到啊，没什么期望。哎呦，箱子还没有买。哇哦！要播58588才会中。这个是被撩了。不先把回吗？Glock 真的很漂亮，这把 Glock。我知道了。没有啦，没箱子了。没箱子的。再来十箱，照顾一下新来的观众。啦，抽不到。我不是故意要烂尾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抽不到啊，那也没办法啊。再抽几箱，再抽几箱。加号有什么条件？就像这样，给我一个箱子。嘿，射公开，我不会射没，叫一下。然后给我这个烂箱子，你自己注意啊。又有一个新箱子，哎、欸，又两个了。6刀真的勃起，推荐买大富翁尺吗？应该有了吧？妈祖说5000会中刀啊，该来了吧？5000会中刀啊！刚闻到的是刀子，我中了。安安卡可洛举，卡可洛举，卡可洛举。安安哈特利。OK。
没有唱给你们听啊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哎呀，怎么是牙签刀啊？哦，全新出场哎、欸，哈哈，太神啦！牙签刀，看来我还是只适合牙签刀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抽中牙签刀了。我就是小牙签，哈哈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